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新闻，看到新闻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的不适合，所以我就在前几天赶快跟公司开会，然后赶快换另外一个方式去举办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嗯。好像特别有要那个义卖。应该是说我会将今天的周边的所得全部捐给红十字会，然后由红十字会呢去帮我去散播需要，就是帮我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世界上发生太多事情了嘛。那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需要被帮助的人，那我也很开心今天可以跟着我的 SFC 的会员，然后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嗯，到了第七年。感觉当然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就是第七年呢，真的很难去维持一个歌迷会嘛。那非常感谢很多的歌迷朋友的一路以来的支持，然后到现在人数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当中。那从第一年的不到500人到现在，然后已经加了全世界这样包括这样下来，已经破10000了。我觉得那感觉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开心，但也要跟很多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参加我的会员趴的朋友们呢，感到非常的觉得很可惜，这样，因为有些真的从国外没办法飞过来，所以甚至他可能是每一年都加入，但是没有参加过我的一次的活动，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用他们的行动去支持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这样，嗯。可是好像可以到了结婚的年龄。其实早就超过了哦，这样其实早就超过了哦，因为我朋友20几岁就已经结婚3个小孩了。所以我刚催婚吗？谁？催婚？歌迷催？没有，所以我刚刚有问嘛，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愿意答应啊？其实有听到一半的声音，然后有听到不，有听到好，这么的，但是没有。我觉得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规划。那我觉得虽然我们是艺人、公众人物，但是自己私人的一些人生规划还是想要规划的好，但是我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这么确定的一个想法，但是现在演艺圈有很多的喜事嘛，但是非常的恭喜，但是我目前的想法还是当然是以工作为主，而且，妈妈也没有这么的急促，希望我赶快去做这个决定，因为妈妈，大家都会说妈妈会不会催啊，会不会急啊什么的，因为抱孙子等等，我常跟妈妈说，我不希望为了要让你抱孙子而去结了一个婚。我希望是真的，你也希望你的小孩幸福，然后你也希望你的小孩是有一个很完美、很恩爱的家庭，而不是为了要让妈妈去抱这个孙子而去结这个婚这样。可是小猪能到周围都没有桃花吗？哎，大家就很关心你周围的桃花啊。但要慢，我觉得结婚是一件非常大事啊，所以不是说儿戏那样。而且因为我拿我爸妈当做一个榜样，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初恋到现在都没有吵架，当然会有嘛。闹离婚也会有，但是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恩爱，那我也希望我真的下了这个决定要去做这样一个大事的话，我一定要知道对方跟我的关系，而且还有个性的相处方式，我要一定是要让我的下一代看到是一个很让他很羡慕的一个家庭这样。